第七百零一张龙皇相见，父王，你还记得母后是怎么死的吗？陵园中，身穿红衣的女孩又冷声音淡淡的响起，仿佛是带着一些寒意，令得陵园愈发的寒冷了。武王听到此言，也是愣了一下，他的面庞微微波动，旋即强笑道：“武瑶，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提起此事？你应该也知晓，那只是一个意外，本王并不想的。”他的眼中掠过一丝阴霾之色。 武瑶面无表情，他那眸子中没有丝毫的波澜，道：“那当年父王打算剥离我体内的圣龙之气，交由武皇呢？”武王面色更加的不自然。当年武瑶迟迟未能觉醒体内的圣龙之气，在他看来自然是极为的浪费。与其让他白白挥霍，自然是不如剥离出来。就算剥离了你的圣龙之气，也不会伤你性命，顶多只是无法修炼而已。”武王辩解道。武瑶平静自语，然后永远禁锢于王宫内。 未来有武皇将我掌控吗？他的眼眸中掠过一丝深深的厌恶。到他那恶心的想法，怕也是有着父王的推波助澜吧。武王面庞僵硬，他如何不知晓武皇对武瑶的那种有些畸形的占有心理？但他的确没有阻止，因为在他看来，这反而是能够成为激励武皇的动机。尴尬的同时，武王又不由得有些恼怒。以往的武瑶可从不敢与他说这些话，或者说将这些心思藏在最深处。 而如今却敢如此驳斥于他，武瑶，我毕竟是你父王，你这前往混元天数年，是觉得翅膀硬了吗？武王木生道。武瑶淡淡的道：“其实我本不想回来，因为这里真的让人感到厌恶。但我当年在母后墓前许了愿，如今总是要来将其实现。”武王眼神惊疑不定：“你想做什么？”武瑶玉手缓缓,缓地抬起，只见得其玉掌间有着黑色的雷光在跳跃，下一瞬，无数黑色雷光爆发而出。 轰轰，黑色雷光呼啸，直接是铺天盖地的对着王宫以及整座大武都城轰击而下。顿时间，大地震动，有着火焰冲天而起。武瑶，你放肆！武王震怒，暴喝道：“这逆子竟然敢焚烧王宫与都城！”火焰在升腾，宛如一场烟花。武瑶凝视着那些冲天之火，绝美的容颜犹如雕像一般，纹丝不动，冰冷而无情。武王气得神魂激烈的波动，旋即他咬牙道：“宝莲尼是被你拿了吗？” 给我，武瑶玉手一握，有着一个玉瓶出现，玉瓶内可见暗红色的泥土在缓缓的蠕动。他盯着此物，红润嘴角掀起一抹冰冷之意。空，黑色雷光爆发，瞬息之间就将那玉瓶以及其中的宝泥摧毁的干干净净。武王呆了下来，片刻后目眶欲裂，咆哮道：“武瑶，你该死！”他气疯了，神魂猛地呼啸而下，一掌便是对着武瑶狠狠的拍下。震怒之下。 显然是杀机涌动，丝毫未曾留手。然而面对着他充满着杀意的掌风，武瑶修长玉指轻轻一弹，一抹黑雷爆射而出，与那武王神魂相撞，轰！惊雷响彻，武王顿时爆发出惨叫之声，神魂当即崩裂了一片，狼狈后退。父王，这是打算再杀我一次吗？武瑶道。武王神魂激烈的颤动着，越来越虚幻，那是神魂将要散去的迹象。他面目扭曲，厉声道：“武瑶。” 你这逆女，你想要弑父不成？她怎么都没想到，武瑶此次回来，竟然不是来帮她的，反而是要来杀她。以前在大武时，武瑶从没有显露出丝毫对她的恨意。如今想来，武王却是有些不寒而栗。显然，武瑶这些年都是在深深的隐藏自己，因为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与武王叫板的资格。可如今，他变得很强了，已经不再需要那些伪装。望着立于陵墓之前的红衣女孩。 武王感觉到了浓浓的寒意，或许从王后死的那一天，武瑶就将这道仇恨深深的记在了心中。武瑶，瑶儿，当年是父王的错，但这些年父王对你何曾差了？武王眼神变幻，最终放低了姿态，因为他感到了恐惧。眼下只能先稳住武瑶，只要保得性命，未来自有算账的时候。然而，面对着他的低姿态，武瑶只是轻声道：“父王，你去陪母后好吗？” 这些年他一人真的很寂寞。武王怒吼道：“武瑶，你真的疯了！”武瑶怔怔地望着他，眼眸最深处掠过一丝哀伤之意。父王，这武家还有人为疯吗？而这一切都是你一手造就的。他抬起玉手，黑色的雷光自指尖闪烁跳跃。武王惊骇欲绝，神魂疯狂后退，想要遁逃。嗤！然而武瑶手中的黑色雷光猛地爆射而出，宛如雷霆锁链一般，直接洞穿虚空。 将那武王的神魂缠绕捆缚，武王疯狂挣扎，却是无法挣脱。秋。而就在此时，这大武都城上空有着一道急促的破空声响起，一道光影从天而降，直接是落到了王宫深处的陵园中。光影现出身来，正是一路追杀武王的周元。当他落到陵园时，第一眼便是见到了武王被黑色雷电捆缚这一幕，当即就愣了愣。紧接着，他的目光抬起，看见了陵墓之前的红衣女孩。 此时的红衣女孩也是抬眸看来，两人目光对视，眼瞳皆是微微一缩。那一瞬，似有惊雷自两人天灵盖钻入，令得两人心脏都是不约而同的一悸。那种感觉，宛如山林之间狮虎宿敌相遇。周元盯着那容颜绝美的红衣女孩，面色凝重，缓缓开口：“武瑶，虽从未见面，但在见面的那一瞬，周元就知晓了他的身份。”周元，武瑶狭长凤目也是微微一眯。 气氛寂静了数息，周元便是眉头微皱的望着眼前这一幕，有些搞不清楚情况。这武瑶怎么像是在对武王出手？哈哈哈,哈！而此时武王却是忽的大笑出声，笑声凄凉绝望。王不见龙，见之武王。哈哈，这预言还真是半分不误啊！本王原本以为那龙皇是说武瑶和武皇，如今来看却是你二人。哈哈！武瑶目光转回武王，凤目渐渐的闭拢，轻声道：“父王。” 请随母后而去吧。声音落下，他玉手猛然一握，那缠绕着武王的黑雷锁链便是陡然收缩，黑色雷光疯狂的对着武王的神魂侵蚀而去。绝望之下，武王也是惨笑出声：“哈哈，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武玄最终竟是落个被女儿弑杀的下场！哈哈，武瑶啊武瑶，我真是小瞧你了。我谋划多年，最终反而是你二人来到了最后。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武瑶，你可知我武家那最后一则预言？龙皇斗，逝者生。哈哈，你二人之斗，方才是宿命，最是精彩。不过可惜，终有一人被逝。哈哈，不管是谁，总算是一场好戏。所以本王在那下面等着你们。他的声音透着浓浓的怨毒之意。轰，黑雷爆发，武王的神魂也是在这一刻轰然碎裂。一代武王谋划多年，却终是落得如此结局。 第七百零二章酒神之府。惊雷的残音依旧还在陵园之中回荡，而那武王的怨毒之声也是徘徊不散，宛如幽灵。周元面容平静地望着这一幕，只是那看向武瑶的眼神中愈发的凝重与忌惮。虽然他不知晓武瑶与武王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但光凭武瑶如此果决的弑杀武王，就足以瞧出他那凌厉的心性。武瑶的眸光凝视着武王神魂消散的地方，他怔了许久。 然后，那一对狭长凤目渐渐地闭拢，半晌后，他的双眸睁开，眼眸中的波澜尽数消散，有的只是令人心悸的冷锐之意。周元与武瑶的目光再度对碰到了一起，无言之下有杀机暗流。先前那武王最后的咆哮，显然是有着刻意引得两人生死争斗的用意。不过，其实这有些多余了，因为当周元见到武瑶第一眼的时候，就知晓他才是武家之中最棘手的。 虽说不知什么原因，武瑶会弑父，但这并不可能成为周元与武瑶之间的某种调和。两人天生便是处于绝对的敌对，而且从武瑶的眼神中，周元能够感觉得出来，他与他一样，对于变强有着无可动摇的坚韧信念。这种人在修炼之路上必然能够走得很远。周元的目的是想要夺回圣龙之气，而武瑶会主动的交出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武瑶此时所想的。 或许反而是将他周元体内的那部分圣龙之气夺走，彻底令得自身圣龙之气圆满。这对于他未来的强者之路将会有着极大的裨益。空，而在两人目光对碰间，大地忽然的震动起来，隐隐间似乎是有着龙吟声于天地间响彻。周元抬起头，只见得天地间似乎是有着一缕缕玄妙的气息自四面八方涌来，最后汇聚于先前武王神魂消散之处。吼、oh,，那些气流缠绕。 隐隐的有着虚幻的龙影浮现，周元眼神一凝，那种波动他太熟悉了，那是圣龙之气。伴随着武王陨落，这大武崩溃，国运消散，其上所寄托的那一份圣龙之气也是汇聚于武王消散之地。轰！璀璨的金光自周元的体内爆发，他身影直接爆射而出，显然是打算抢夺回这一份圣龙之气。不过他快，武瑶却是比他更快，因为在那武王神魂消散处。 黑色雷光始终未曾散去，就在等待这一刻。嗡、哦！黑色雷光涌动，宛如雷网一般，直接是将那圣龙之气笼罩，然后暴射而回，落在了武瑶伸出的纤细玉手之上。周元停下身影，眼神冷冽地盯着武瑶，道：“师傅夺龙器，这就是你的打算？你们武家之人还真是一个比一个疯狂。”武瑶凤目中也是有着冷意掠过，他望着手中被黑色雷光笼罩的圣龙之气，红唇微起。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我是最厌恶此物之人。周元眉头一挑，既然如此，那就物归原主吧。武瑶看了他一眼，只是吐出两字：“幼稚。”周元，将你体内那一部分圣龙之气交出来吧。所有的恩怨，今日都可了结。你杀了武皇，如今也灭了大武，我都可以不与你追究。我也没多大的兴趣为他们报仇，甚至未来，我连这苍玄天都可不再踏入半步。 周元闻言，却是淡笑一声，道：“真是好大的野心。不过可惜，此话也是我想说的。将这两道圣龙之气交给我，今日你便可离去，所有恩怨一笔勾销。”两人的目光对视，空气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冷了几分。五瑶娇躯之上，有着黑色的雷光若隐若现起来。他雪白的下巴微微抬起，凤目虚眯：“周元，你应该知晓，除非圣龙之气合一。” 否则的话，你我终究是会不死不休。周元望着他，咧嘴一笑，露出森森白牙。既然如此，那就不死不休吧。空当声音落下的那一瞬间，周元眼神陡然凌厉，一轮混沌色的光环出现在其身后，惊天元气喷涌而出，直接是化为金光巨掌，狠狠地对着武瑶所在重重拍下。他早已知晓，言语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两人都是杀伐果断之辈。 谁也不可能轻易的让步。既然如此，终归还是得厮杀一场。金色巨掌重重拍下，武瑶抬起绝美脸颊，脸颊上毫无波澜，娇躯纹丝不动。轰！金色巨掌拍落而下，狂暴的冲击波肆虐开来。周元望着那元气冲击源头处，眉头微皱。这武瑶竟是硬生生的承受了他这一击。元气冲击渐渐的平息，周元目光投射而去，下一瞬间，他的瞳孔便是猛然一缩。 只见得在那前方，舞瑶凌空而立，大红衣包裹着修长傲人的娇躯，金丝飘舞，那般容颜有着惊心动魄的美感。她柳叶般的双眉微微挑起，散发着不逊色于男儿的凌厉与霸道。当然，最让德周元心中震动的是，在那舞瑶的身后，三轮光环悬浮，而且每一轮光环都是绽放着璀璨九光。神府境后期，九神府，周元面庞上有着浓浓的忌惮涌现出来。 想要凝练出三道神斧光环，那必然得踏入了神斧境后期。而且武瑶那三轮神斧光环，每一轮都是闪烁着九彩之光，璀璨夺目，那分明是唯有开辟出最顶尖的九神斧方才会出现的。这武瑶果然方才是武家中最为棘手的人，也才是他最强之敌。武瑶凤目盯着周元，声音冷彻：“周元，在苍玄天年轻一辈，或许此时的你当算熬首顶尖，但天外有天。” 在这天元界，即便是除开圣祖所占四天，所余五天中，苍玄天也不过居于末尾罢了。而混元天方才是诸足五天之最，那里是真正的修炼大师，诸多盖世天骄远超你想象。所以，你以为凭借你的实力就能从我这里夺走圣龙之气，恐怕只能说你周元有些不自量力了。轰！趁落时，武瑶纤细玉指猛地点出，顿时有着巨大的黑色雷光自其指尖爆射而出。 雷光蜿蜒，宛如雷龙，带着一股毁灭般的波动，直接狠狠地对着下方的周元咆哮而去。雷光眨眼变质，周元感受着那种毁灭力量，不敢怠慢，身躯之上绿光绽放，全圣体。他五指紧握，一拳轰出，空气都是炸裂开来。与此同时，还有着一道虚影出现在其身躯之外，那是太玄圣灵术。空，凝聚着周元全力的一拳，裹挟着雄浑元气。 一拳便是与那黑色雷光硬汉，轰隆、哦、巨声炸响，大地被撕裂，而周元的身躯也是猛的一震，脚掌擦着地面倒射而出。那拳头之上一片焦黑，甚至有着鲜血滴落下来。一招之下，周元便是尽落下风。周元的脸色变得极其凝重起来。神斧境后期的武瑶，比起武王不知道强悍了多少。如果不是他肉身有成，恐怕先前那黑雷就能直接将他手臂都贯穿，令他重创。 武瑶凤目望着这一幕，道：“神府近初期的实力竟能接我一招，你倒是有些能耐。不过可惜，现在的你可并非是我对手。”旋即，他的容颜变得宛如寒冬，凛冽动人。他没有多余的废话，玉手一抬，只见得一道道黑色雷光在其周身盘旋，宛如雷龙，释放着极端惊人的元气波动。黑龙旋雷，吼、哦！龙吟响彻，只见得一道道黑色雷光咆哮而下，铺天盖地之势。 宛如是要将这座大武都城摧毁。周元面色微沉的望着那恐怖的攻势，心中沉吟数息，然后有些无奈的叹了一声。因为他知晓，现在的他与武瑶相斗，恐怕还真是没几分胜算。武瑶这是货真价实的神府境后期，而且还是九神府，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此时交手，他都输多胜少。而周元也是果断之辈，在判明双方实力差距后，便是不再犹豫，身影暴退。 抢走，武瑶见状，凤目微冷，空黑雷蜿蜒，竟是灵活无比，闪烁之间，直接是出现在了周元的四方，阻拦了他所有的退路，然后咆哮而下。这女人可真狠！周元眉头紧皱，这武瑶带给他的危险感觉，简直比武皇还要强百倍。他深吸一口气，天元笔出现在其手中，体内元气也是涌动起来。他知晓，看来今日想要摆脱这武瑶，也必须得死战一场了。空。 黑雷咆哮而至，不过就在周元即将倾尽全力撕开黑雷，找寻退路时，那扑下的黑雷犹如是忽然碰到了一层无形的壁障一般，轰轰，黑雷爆炸开来，但那可怕的冲击波却是并未波及到周元身上，因为此时的周元周身出现了无形的光照。神魂之力。周元一惊，不过很快他就感觉到了那股无形的神魂之力上面散发出来的熟悉波动。谁？武瑶也是冷声喝道。 父母林立，周元与武瑶的目光都是在此时不约而同的看向了不远的方向。只见得那里的一棵大树上，一道绝美的牵引俏丽。他怀中抱着小兽，美眸清澈如湖泊，裙角随风而动，青丝飘扬，气质飘渺若仙。幺幺，周元惊喜出声。幺幺明眸投射而来，他望着周元有些狼狈的模样，红唇微翘，悠悠的道：“可吃够亏了，真以为月姬打败了一个神府境中期的武王？” 便可同辈无敌了。周元有些无奈，他此次的确是有些大意了，竟然没料到武瑶乃是神府境后期的境界，而且还是开辟了九神府。你是谁？武瑶凤目锁定夭夭，俏脸上首次出现了一些凝重之意，显然从后者的身上，他也是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这倒是让得武瑶感到有些惊异，这苍玄天内怎会有如此厉害的同辈？夭夭的眸光也是转向了武瑶，在面对着后者时。 他的眼眸渐渐的恢复了以往的淡漠，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莫要伤了他。”我、哦，妖妖气势压人，但舞瑶同样不是省油的灯。他凤目微眯，如果我说不呢？两女的目光对碰在一起，这一刹那，似乎是连风声都是凝固了下来。两女皆是容颜惊世，如果说妖妖气质清冷而淡漠，飘渺如神女般的话，那么舞瑶便是时刻透着一股凌厉与霸道。 宛如君临天下的女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世间最为出彩的光景，似乎都是凝聚在了他们两人的身上。所以，当他们出现在一起并且对峙的时候，天地之光尽敛于他们的身上，乃至于那一旁的中原，都是被两女之光所掩盖，平平无奇，瑟瑟发抖。第七百零三章幺幺五爻，当幺幺与五爻对峙在一起时，这幽冷荒凉的陵园内，似乎都是变得明艳起来。 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着那暗中涌动的磅礴压力。幺幺的神魂似乎是又突破了。周元同样是发现了这般情况，当即有些惆怅。这些年来，不论他的修炼速度有多快，似乎永远都快不过幺幺。此事如果是出现在旁人身上，周元必然是要感到难以置信的。可这如果出现在幺幺的身上，周元却是颇为的理解，因为有时候人与人的确是不一样的。看来。 他想要有朝一日翻身做主人，将幺幺给压在下面，还真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武瑶红唇微抿，凤目凌厉地盯着幺幺。虽说后者周身并没有元气波动，但那种强大的神魂波动，确实连武瑶都是感到惊异。这般人物，就算是在混元天中，必然都是精彩绝艳，怎会出现在这苍玄天中？而且，他与这周元又是什么关系？武瑶的眸光微闪了一下，但旋即便是归于平静。 既然妖妖现身阻拦于他，那就自然是要斗过一场，否则诸多言语皆是无用。空，他纤细的玉手间有着黑雷绽放，下一瞬间，黑雷闪烁爆射而出，直接是宛如雷矛一般，带着极端惊人的杀伤力，对着妖妖咆哮而去。妖妖凝眸望着那撕裂虚空而来的黑雷，他将怀中的吞吞抛下，旋即青丝无风自动，光洁眉心有着磅礴的神魂之光涌现而出。空、哦，某，跳跃的黑雷。 在距离他面前还有丈许距离时，便是凭空爆炸开来，犹如是被无形之力所阻拦。那自然是妖妖的神魂之力。不过黑雷炸裂时，一抹红影疾掠而来，雷鸣阵阵间，只见得武瑶紧握那素白的小拳头，一拳便是对着妖妖胸前捣去。那小小的拳头看似娇嫩柔软，但其上黑雷闪烁，却是蕴含着极为惊人的力量。妖妖俏脸平静，小手伸出，纤细玉指轻弹间。 便是直接勾勒出了一道原纹，原纹吞吐着天地元气，眨眼间，便是化为了一面由天地元气所化的玄冰后盾。咚！武瑶一拳轰在了那玄冰后盾上，空间震荡，顿时将那冰盾上阵裂出道道裂痕。咔嚓！裂纹越来越多，冰盾终是爆裂。不过，就在冰盾裂开的瞬间，武瑶却是察觉到一股危险气息。只见得面前虚空波荡，竟是有着一团无形之火呼啸而至。 那火焰看似没有温度，但舞瑶俏脸却是变得凝重起来。魂炎，秋，魂炎直扑舞瑶而来，他不敢怠慢，玉手猛地合拢，只见得其身后那三轮神斧光环顿时瞬移到了面前，宛如光盾一般与那魂炎相撞。吱吱，魂炎灼烧着神斧光环，发出刺耳的声音。幺幺瞧得魂炎被阻，玉手忽的一握，只见得那魂炎竟是扭曲起来，渐渐地被凝练成一条无形的魂炎火鞭。 吃啦！魂炎火鞭一震，便是化为无数道残影，铺天盖地的对着武瑶狠狠的鞭下去，竟能将魂炎掌控到这种程度。武瑶凤目中掠过一抹惊讶之色，三轮神斧光环在其周身飞快的旋转，宛如光照将其覆盖。嗡嗡，无数道鞭影落在武瑶周身光罩上，顿时溅起无数道涟漪。武瑶瞧得周身剧烈震荡的光照，凤目微眯，一声冷哼。只见得他双掌间黑色雷光跳跃。 雷光渐渐的蔓延，最终一柄浑圆的黑色雷棍出现在了武瑶手中。那雷棍伸缩不定，可大可小，可长可短，玄妙异常。而雷棍一出现，武瑶浑身缠绕的黑雷顿时变得狂暴起来。他直接散去神斧光环，手中雷棍化为残影，直接与那漫天魂岩边影硬碰。砰砰，漫天都是有着巨声响彻。两女出手皆是毫不留情，凶狠异常。短短不过数分钟的时间。 却一是你来我往的交手了上百回合，在那下方，周元桥的两米的激战，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咂舌。这武瑶还真不是省油的灯，竟然能够跟幺幺斗得如此激烈。而且武瑶的攻势皆是大开大合，刚猛凌厉，他手中的黑色雷棍，应该就是他所擅长的兵器，挥舞之间，虚空都是在震颤。而他的性格，也是在这打法间显露无疑，强势、凌厉、霸道。之前我踏入神府境。 将武王击败，倒的确是有些得意忘形了。如今我在这苍玄天虽算是年轻一代为首者，可天元界何其辽阔，妄自尊大只会自取灭亡。周元深吸一口气，这段时间他所向披靡，倒是令得他心境不稳。如今险些在这武瑶手中吃亏，此次的事也算是一个教训。收敛了心中情绪，周元望着天空上的交手，从局面来看，两女似乎是有些不分上下。 想要分出胜负也并不简单。不过就在周元全神贯注地望着天空上的战场时，他浑身的汗毛忽然在此时猛地倒竖起来，一股无法形容危机之感自心底深处涌了出来。那一瞬间，周元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催动了玄圣体，并且银光自身躯表面浮现，一副银甲将他的身体直接覆盖。嗡、哦！就在周元做完这些的同一瞬，其身后的虚空忽的微微波荡，一只手掌凭空浮现。 手掌之上有着雷光缠绕，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重的拍向了周元后背心。混沌色的神斧光环第一时间感应到了危机，出现在了周元身后。砰！那缠绕着雷光的一掌拍在神斧光环上，顿时混沌色的光环剧烈的震动，然后竟是因为无法承受那一掌之力，直接是爆碎开来。而那雷光之掌依旧是落下，拍在了周元后背。身后诡异般出现的狂暴攻击。 令得周元眼瞳紧缩，那千钧一发之刻，他的眼中也是掠过一抹狠辣之色。他手掌一握，天元笔闪现而出，嗡，笔身一震，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对着身后暴刺而去。而那雪白的笔尖也是化为漆黑色彩，锋锐到了极致。哧啦，笔尖暴刺，仿佛是划过了什么东西。空，不过这同时间，那狂暴雷光已是在周身后背爆发，他的身躯顿时猛地一震，那银甲之上。 有着裂痕浮现出来，而他的身体也是在那股重力之下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击在了一座巨石之上，空某，而那巨石瞬间化为粉末。噗嗤！一口鲜血从周元的嘴中喷了出来，他眼中掠过一抹狠厉之色，猛地抬起头看向他先前所立之地，只见的那里虚空微微波荡，竟是有着一道身影缓缓地显露出来。那道身影渐渐的清晰，那是一名陌生的黑衣男子。 他身躯修长，面庞如玉，周身有着雷光浮现。而此时，那黑衣男子眼神有些惊异的瞧着周元，淡笑道：“好敏锐的老鼠，竟然能躲得了我这一掌。”旋即，他低头，双目微眯的盯着袖口处，那里的袖子被撕裂开来，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血痕。望着这道血痕，黑衣男子嘴角的笑意变得冰冷下来。他暗中出手，原本以为斩杀一个神府境初期的小子手到擒来。 结果没想到，不仅被其敏锐的逃脱，还被他闪电般的反手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点伤痕，这令得他感到恼怒与不快。下方的变故也是在这一刻被天空上交手的两女所察觉。幺幺的眸子瞬间变得极端冷冽起来，浑身有着一股令人心悸的波动散发出来。而五瑶此时绝美的俏脸也是微微一冷，凤目冷冽的看向下方那黑衣男子，斥喝之声带着一丝微怒的响彻而起。 赵云霄，我说了，这是我的事，不需要你插手。第七百零四章，武瑶蜕变。天空上，夭夭与武瑶的交手因为那黑衣男子对周元的突袭而停止。不过，前者的眼神却是在此时变得异常冷冽下来。那种眼神，即便是先前与武瑶相斗时也未曾出现过。显然，他此时方才是真正的动怒。而武瑶自然也是察觉到了夭夭神情的变化。不过，对于黑衣男子的出手。 他内心深处也是有些不愉，他的性格太过的要强。虽说如今对周元体内的圣龙之气志在必得，可他却并不愿借他人之手，而是要凭借自身的本事堂堂正正的夺来。在那下方，被武瑶称为赵云霄的黑衣男子，自然也是听出了武瑶声音间的怒意，当即有些无奈的笑了笑。他原本也是不想出手，毕竟在他看来，神府境初期的周元，自然逃不出武瑶的手心。但谁能料到？ 这半路杀出来一个妖妖，而且实力也是惊人的强，并不逊色武瑶，所以他方才打算暗中出手，直接将周元重创。帮武瑶得到圣龙之气，以博得美人欢心。但哪料到武瑶竟然对此并不领情。赵云霄冲着武瑶笑笑，然后举起手来，笑道：“哎呀哎呀，别生气，好了好了，我不插手了，就将这小子留给你收拾，总行了吧？”他只是看向武瑶，似是在道歉。 但他的目光却看都未曾看一眼先前险些被他一掌拍死的周元。吃啦！不过他声刚落，天空上妖妖欲言冰冷，却是没半句废话。玉手一震，那游魂岩凝练而成的长鞭，便是震破虚空，当头便是对着那赵云霄狠狠的鞭去。赵云霄瞧的那呼啸而来的魂岩长鞭，眼神倒是一凝。面对着妖妖，他却不敢如之前面对着周元时的轻慢。后者这种强大的神魂之力，足以让其忌惮。 所以赵云霄脚掌一跺，顿时其体内便有着澎湃元气呼啸而出，光芒在其身后凝聚，最后竟是形成了三轮神斧光环，光环散发八彩之光。这赵云霄同样是神斧境后期的实力，而且开辟的乃是八神斧，虽说比起武瑶稍差一些，但能够开出八神斧，那已是顶尖天骄。嗡、哦，浑延长鞭落下，狠狠地甩在赵云霄周身旋转的神斧光环上，顿时爆发出闷雷般的声响。 神斧光环也是剧烈的震动起来，那魂旋长鞭攻势愈发的凌厉。只见得那神斧光环也是摇摇欲坠起来。这赵云霄面色微变，他对于妖妖可没有半点的小觑，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对方在神魂之上的造诣。如此能耐，就算是在混元天神府经一背中，都足以名列前茅。轰！而在赵云霄心中惊疑间，其周身的神斧光环竟也是抵达了极限，最终轰然炸裂开来。 赵云霄身躯之上雷光闪现，其身影消失在了原地，再度出现时已是出现在了远处的天空上。那英俊如玉的面庞充满着凝重。这才短短一会，他的护身光环便是被攻破，可见妖妖的攻势是何等的凌厉。这位姑娘何必如此咄咄逼人？赵云霄看向妖妖，眼神中掠过一抹惊艳之色。武瑶算是他所见过诸多女人间。 最为出众的，所以方才能够令得眼界极高的他念念不忘，甚至连前往这苍玄天都乐意跟随。原本他以为这世间将在无女孩能超越舞瑶，可如今眼前的妖妖显然不论哪一点都不落后舞瑶。赵云霄瞥了一眼下方的周元，内心深处倒是有着一丝奇意，这老鼠般的小子竟能与这两位中天地灵气于一身的女孩扯上关系，还真是上辈子修来的大福气。在那下方。 周元站了起来，他看了一样身躯外有些破碎的银甲，眼神深处掠过一抹森寒之意。先前那一瞬，如果不是他警戒的话，恐怕此时真的已被其重创甚至击杀。妖妖的身影落下，护在周元身侧，清澈空灵的眸子却是盯着虚空，道：“小心，此地还有他们的人，很强。”周元闻言顿时一惊，呵呵，真是好敏锐的小女娃。而就在妖妖声音刚落时，一道苍老之声。 便是自虚空中响起，再然后，周元便是见到一名黑袍老者渐渐的自虚空中显露出来。周元瞧得这黑袍老者，浑身都是紧绷起来，面色凝重。这黑袍老者散发出来的威压，可绝对不是他们所能够抗衡的。黑袍老者看了周元一眼，摆了摆手，道：“小娃子们别紧张，老夫可不会掺和你们这些事情。”他抬起头，望着虚空，笑道：“而且如果我插手了的话。” 事情可就大了，你们苍玄宗怕是不会忍这口气的。显然，他能够感应到有着一些极为强大的存在注视于此。黑袍老者转头，目光投向武瑶，笑道：“武丫头，今日之事，怕是没办法继续打下去了，见好就收吧。”武瑶琴手微点，娇躯徐徐的落下。他那一对凤目先是看了夭夭片刻，然后便是转回中原。他凝视其半晌，红唇微起，龙气之争。 未曾圆满融合，就始终不会停歇，直至生死。周元，你我之间，或许真如那预言所说，唯有逝者生。这圣龙之气由你而来，我并不否认。只是这修炼之路本就是如大争之事，所以我并不会有丝毫的留情。这圣龙之气虽是我最厌恶之物，但这些年来，它也的确给我带来了一些好处。所以不管如何，当算是我收了你一分姻缘。他深吸一口气。 道未来若是有机会，在那龙气之争外，我自会将此缘比清。周元看着武瑶那绝美容颜，心中倒是有些讶异，因为他以往遇见武皇与武王时，他们可从不会承认圣龙之气源自于他。武皇更是口口声声的称他为假龙，只是容器而已。倒是唯有这武瑶，将此事说得明白，也未曾找那借口遮掩。虽是女子，但那等心胸，比起武皇、武王，倒是要大气一分。 不过心中这般想着，周元却是并没有任何的退让，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女孩远比武皇、武王更加的危险。属于我的东西，我总会拿回来的。那些东西并不属于你。周元口气依旧强硬，毫不退让。武瑶周身黑色雷光渐渐收敛，日光照耀在她那白玉般的脸颊上，泛着光泽。如果有朝一日你真能从我这里夺走圣龙之气，那自然是你本事更强。 那时，即便身陨，我也不会有半句之言。武瑶凤目盯着周元道：“当然，我希望那是由你亲自而来，而并非世界他人之手。”说到此处，他瞟了夭夭一眼，夭夭淡淡的道：“如果不是有人护持你，今日你也走不得。”他看了一眼那黑衣老者，武瑶凤目微眯，宛如被挑战威严的凤凰，声音也是变冷起来：“你神魂虽强，但真要斗起来，我也不惧你。两你对事”两女对视。 气氛一时间顿时变得再度剑拔弩张，黑衣老者无奈的笑了笑。武瑶平日虽说强势，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撩拨他火气的。可眼下面对着眼前的妖妖，不知为何确实有点如火药桶一般。不过两女最终没有再斗起来，因为他们知道那没有几分意义。周元望着武瑶，淡笑一声道：“当年武皇明镇苍茫大陆时，我在大周尚无法开脉修行，那时我都无所畏惧。” 更何况，如今你我皆是神府境，所以你倒是要小心一些。若是下次再遇时，恐怕你就没什么优势了。老鼠狂妄，武瑶未曾说话，那赵云霄却是笑眯眯的开口，眼神深处有着轻蔑。真以为你在这苍玄天内混了点名堂，就可对任何人狂妄吗？你要知晓，与混元天相比，这苍玄天不值一提。所以你更要明白，两者之中的真正圣子天骄，也是有着差距的。 不要混为一谈。周元看了赵云霄一眼，语气没有波澜的道：“阁下先前那一掌，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送还的。”赵云霄轻轻鼓掌，笑盈盈的道：“乐意之极。”只是那般神态，显然只是当做笑话。倒是武瑶深深的看了周元一眼，对于后者的事，他显然知道的更为清楚。其实他对于周元能够自那破败坚决起，也是带着诸多的惊异，能够从一个八脉难开的孱弱少年。 一步步地走到如今的地步，击杀武皇，破灭大武，这个曾经身怀圣龙之气的人，的确并非是俗物。只是武瑶同样是心气骄傲之人，他并不相信他会输给任何人，即便是这曾经的大周圣龙。所以面对着周元，他只是起手微点，道：“我等着。”说完，他收回目光，转身看着那座荒凉的陵墓，低声道：“严长老，容我最后一次祭拜母后。” 黑衣老者轻轻点头，身穿红衣的武瑶缓步来到墓碑之前，他凝视着碑上之字，似乎是再度见到了记忆最深处那个时刻护着他的温柔母后。他在墓碑前跪下，深深的跪拜下去：“母后，大巫已亡，一切旧、就、事、是、到此为止。从此以后，瑶儿孑然一身，再无牵挂，就此拜别。望母后泉下珍重。”武瑶跪拜，凤目闭拢，修长的睫毛轻轻颤动。 最终，有着一滴晶莹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在那地面上碎裂开来。他知晓此次离去，或许永生都不会再来此地了，前尘旧事在此烟消云散。武瑶这一拜持续了许久，最终他收敛了心中情绪，缓缓地站起身来。而当武瑶再度转过身时，周元察觉到他的气质似乎是变得平静了许多，那种平静更像是一种冷漠。 在一拜之下，他仿佛完成了最后的心结，前尘之事尽尘封心底，永远冻结。同时，那颗曾经柔软善良的心，也是渐渐的被一层层坚冰覆盖，再无缝隙。那个当年大武王宫中纯真善良的小公主，就让她彻彻底底的死去吧。以后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个追求着最强之路的武瑶。第七百零五章圣元之谋。周元与夭夭立于一段被大火烧的焦黑的断垣残壁上。 他们的目光望着那座荒凉的陵墓，而先前立于此地的武瑶与赵云霄，皆是已随着那黑袍老者离去。此地再度变得幽冷清静。没想到，这五家之中最为麻烦的，并非是武皇与武王，而是这大武的公主周元。深吸一口气，眼神透着凝重的道：“最初的他只是将武皇视为敌手，随着后来变强，其目标便是变成了武王。至于同样分得一份圣龙之气的武瑶，却是被他忽视了。” 而直到今日，周元才明白，这个被他忽视的人才是最为的可怕。他没有武皇与武王那般扭曲的心态，但他却是有着难以撼动的信念。这种人，只要有着机会，必然是能够腾飞，凝动九天。夭夭凝眸凝视着远处，半晌后，方才缓缓的道：“这武瑶，未来说不得就是你的最大敌人。”夭夭虽然性子淡薄，但显然他也是极其骄傲之人。这些年来，周元所遇见的人中， 他还从未如此评价过，由此可见，对于武瑶，他其实也是极为的重视。周元点了点头，这一次如果不是妖妖赶来出手的话，以他如今这神府境初期的实力，其实很有可能是会栽在武瑶手中的。后者在混元天修炼，那里拥有着比苍玄宗更好的条件，所以即便他拥有着混沌神斧，可武瑶那九神斧不见得就会比他弱多少。真要动起手来。 人家凭借着神斧境后期的境界压制，取胜的机会很大。这段时间我太过的顺风顺水了。周元自我反省，他无法否认，当他在取得苍玄宗圣子手，又斩杀了武皇，踏入神斧境，预计击败神斧境中期的武王后，他稍稍有些自骄了。而如今武瑶与那赵云霄的出现，则是给了他当头一棒，让得他真正的明白天外有天。在这苍玄天年轻一辈中。 或许如今的他的确算是顶尖，可苍玄天并不代表着整个庞大无尽的天元界。周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看来我的修炼依旧不可懈怠，不然的话，他根本不可能从武瑶那里夺回两份圣龙之气。而且，虽说如今两人身处两天之中，相隔遥远距离，但未来他们必然有着再遇的时候。正如武王所说，龙黄斗，是者生。他与武瑶之间，只要圣龙之气未曾圆满。” 便终归是免不了死战一场。今日的死战被妖妖阻挡了下来，可未来呢？他不可能始终躲避着这场龙气之争。还有那赵云霄，周元眼神深处掠过一抹寒意。赵云霄偷袭他那一掌，直接令得隐隐破裂，更是险些要了他的命。这笔账，他自会牢牢记在心中。妖妖看着他，微微一笑，道：“不过你也不必妄自菲薄，这五瑶能够领先于你，更多是因为他所处之地。” 那混元天的确是修炼大事，比起苍玄天更为的磅礴浩瀚。你去过圣州大陆与苍玄宗，再回到苍茫大陆时，自然是觉得此处是浅滩；而去过混元天的武瑶，再看这苍玄天时，就如你此时看苍茫大陆一般。周元望着虚空道：“那混元天真是如此强大吗？”幺幺起守微点道：“天元界分九天，圣族独占四天，其余五天方才是天元界诸多生灵生存之地。” 而混元天又是这五大天中最强一处，同时在与圣族的漫长较量博弈中，混元天也是处于最前线。可以说，如果没有混元天存在的话，恐怕这天元界早已被那圣族技术占据，其他所有生灵都将沦为其附庸，受其掌控生死。圣族周元暗暗咂舌，如今的他也不早是当年懵懂的少年。从苍玄宗的一些古籍中，他能够知晓那神秘圣族之强大，而且。 如今苍玄天内最强大的圣宫，据说在其背后就隐约有着圣族支持的痕迹。光是圣族所支持的一个圣宫，眼下就有着问鼎苍玄天的迹象，可想而知，那整个圣族又将会是何等的恐怖。而能够作为抵御圣族的大本营，可见混元天之强势。夭夭没有在这上面多说，话音一转道：“此次你虽然未能进全功，但也总算是了结了一番心愿。”周元闻言。 脸庞上也是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有些如释重负。武王已陨，大武群龙无首，自然也会随之而灭。当然，如果大武与武瑶那两份圣龙之气也是在今日被他尽数夺回的话，那可就算是真正的圆满了。不过，铲除了大武，他总算是没了后顾之忧，而与武瑶之争在于未来。恭喜你，幺幺凝望着眼前的周元，当初初见时。 后者还只是一个苦求能够开脉修行的孱弱少年，然而谁能想到，这个当初无法开脉的少年，数年之后却是抵达这般地步。周元望着这大武的都城，怔然许久，然后轻笑起来。自知晓了大武与他之间的恩怨那一刻时，他便是背负了一副重担。在那个时候，他的眼中，武王几乎是无敌的存在一般，仅仅只是想起，就带来着巨大的压力。但少年并未因此而畏惧与退缩。 他许下了在那时看来仿佛永远无法实现的宏愿，那个时候或许就连他的父王也只是当做少年一时的妄言。然而今日，周元双目渐渐的闭拢，父王当年之诺，我做到了。圣周大陆，圣宫，圣元公主面前的混沌水晶球缓缓的飘起，他那深邃的眼眸紧紧的凝视。而如今，那水晶球内混沌竟是有所波动起来，他的目光犹如是洞穿了虚空。 直接将那遥远苍茫大陆上所发生之景尽数的收入眼中。呵，这圣龙之气倒还真是奇特。虽说圣龙之气并未完整的聚于一身，但终归是聚于了一地。可以说，当周元、吴瑶第一次交手的那一瞬，混沌天机就有所异动。旁人根本无法察觉这一幕，但谋划于此的圣元公主却是将其紧紧的抓住了。圣元公主那银色双瞳中，竟是在此时有着鲜血流淌下来。 窥探天机，即便是圣元公主这等实力，依旧是得付出代价。她眼瞳中流出的鲜血越来越浓，看上去极为的狰狞。不过，那水晶球内混沌之色剧烈的动荡，某一个瞬间，仿佛是时光长河凝滞了一息。一道古老的画面自混沌中一掠而过。圣元公主眼瞳中银光大盛，她嘴中一口鲜血喷出，鲜血在面前凝聚，似是形成了一幅古图。那古图中。 似乎是有着诸多强大宗派的存在，不过此时古图上空有毁灭之雷降落而下，将那片大地上的生灵尽数的毁灭。这一刻，圣元公主再也忍不住，仰天大笑，笑声如雷。她的眼中也是有着狂热之色涌现出来。哈哈哈,哈！苍玄圣印，本宫总算是找到你了！空天地间的元气仿佛是在此时剧烈的动荡起来，最后直接疯狂的扩散，犹如是波及了整个苍玄天。 而在这一刻，苍玄天内无数强大的存在都是面露惊疑之色，因为在圣元公主波动天机的那一刻，他们都是隐隐的有所感应。砰！苍玄宗内正在议事殿内与诸位峰主议事的青阳掌教，那素来温和的脸庞在此时陡然变得铁青起来，一股恐怖的元气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大殿内，连衣峰主、灵君峰主等人皆是面露惊色的看来，青阳掌教五指紧握。 咬着牙寒声道：“我终于知晓那圣元想要做什么了，他在谋夺师傅隐藏起来的苍玄圣印。”此言一出，连漪峰主等人皆是骇然变色，继而眼中有着浓烈的杀机暴涌而出。这圣元是想挑起苍玄天的大战了。第七百零六章雷击之地。当武王身陨的那一刻，大武的结局便已是彻底的注定。周元将武王殒命的消息传出，直接是令得整个大武王朝震动。 那些原本还打算死命顽抗的城市与军队，皆是士气散尽。于是，短短不过数日的时间，大周的军队势如破竹地闯入大武，所过处城头五旗尽数换州。而第五日时，周秦所率领的精锐大军已是抵达了大武都城之外。都城外，周秦望着眼前城门大开的宏伟城市，怔然许久，面色极其的复杂。而在其身后，魏苍兰等诸多老将，则是激动，眼睛通红。 因为当年他们便是从这里一路溃败，最终被武王赶往了偏僻的北方。那个时候，他们犹如丧家之犬，一路奔逃。虽说他们一直支持着周秦，但恐怕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是对复国没有抱有几分期望。因为大吴与大周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了，所以当他们再一次的出现在大武都城之外时，他们的心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们这一路的反攻，简直就犹如身处梦中一般的顺利。 我又回来了，望着这座曾经极为熟悉的城市，即便是周晴，此时都是忍不住的眼眶通红，有着流泪的冲动。他同样曾经以为这座城市他再也无法来到，而此时在那后方大周的军队中，也是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声音将这座都城都是震得抖动起来。城中有着无数道敬畏的目光投射而来，他们都很清楚，十数年前那曾经被武王赶走的周王再度回来了。 城墙之上，周元的身影闪现出来，然后在那大军无数道敬畏狂热的目光中，飘然落向了周秦。父王，武王已死，从此以后，苍茫大陆上再无大武。周元望着周秦，笑道。周秦凝望着眼前的周元，半晌后，他深吸一口气，忽地下马，左手雷胸，面色郑重，低沉喝道：“诸君，行礼！”空，在那后方，无数大周的军士眼神狂热，拳头重重捶胸。 发出了震天动地般的轰隆声，宛如雷鸣。魏苍兰、魏青青等诸多将领也是恭敬行礼，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周秦此举的意义。这一次，周元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将要覆灭的大周。如果不是他，武王必然会摧毁大周，血洗之下，大周王朝将会被染红。在那武王兵临城下时，所有人，包括周秦，恐怕都是处于深深的绝望。那个时候，他们唯有拼死一战。 可谁都没想到，在那绝望之际，他们大周的殿下踏江而来，成为了大周无数子民最后的希望。无人能够想象，当他们见到踏江而来的周元时，心中那一刻是何等的激动澎湃。周元瞧得周秦律着大军对他如此行礼，也是一怔，旋即无奈的道：“父王何必如此？我身为大周殿下，自然也有护佑子民的责任。”周秦望着周元，眼中满是欣慰与自豪之色。 道：“你救我大周无数子民，理应受此一礼。依你如今的威望，就算要成为这大周之王，也足以了。”周元闻言，却是干笑一声。周秦叹道：“我知道你这小家伙现在眼界变高了，根本就看不上一个小小的大周之王。他也明白，大周太小，这苍茫大陆也太小，以如今周元的天赋实力，根本就不可能留在大周当一个王。父王如今正是壮年，也不必想这让位的事。” 周元笑道：“留在大周，并非是他所追求之路。此次解决了大武，他也算是彻底没了后顾之忧。未来除了偶尔回来外，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会在苍玄宗，因为只有在更为广阔的地方，他才能够不断的变得更强。”周晴点点头，儿子能够有着更高的追求，他自然是支持。周晴拍了拍周元的肩膀，然后望着眼前那座雄伟的都城，深吸一口气，道：“入城吧。” 从今天开始，整个苍茫大陆都将会知晓，当年那个大周又回来了。随着周秦入主大武都城，大武王朝也就算是彻底的破灭。在这几日间，周秦一道道命令的发出，开始接收与扫荡大武余孽。期间虽有反抗，但大武大势已去，这些反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原大武周边的一些王朝也是显得极为的安静。一般按照正常情况，一个王朝破灭。 周边王朝必然会蠢蠢欲动，趁机侵占疆域。不过这一次，元大武周边的王朝皆是老实无比。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知晓了如今的大周拥有着一个可拜神辅近中期的殿下，连武王都被其所拜。这般实力，在这苍茫大陆上已是鲜有人能敌。更何况，这位大周的殿下还是如今苍玄宗的圣子之首，背靠着这座大山，如今的大周已是无人敢惹。 周元这些日子也并未直接离去，因为他知晓此时的大周还需要他来坐镇。等到一切稳定后，他方可赶回苍玄宗。于是，周秦将秦玉接到了都城。离家多年的周元自然是时刻陪伴着。而当周元在享受着短暂的宁静生活时，他却是不知，这苍玄天内在这段时间带起了天大的震动，各大顶尖势力皆是动荡起来，诸多平日里闭关的强大存在也是在此刻破关而出。 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那圣元公主窥探天机，引发异动，自然也是被这些强大存在所察觉。圣元之谋，志在苍玄圣印，这无疑是令得各大宗派皆是震惊。当年苍玄老祖为苍玄天的天主，掌控苍玄圣印，只是后来老祖陨落，苍玄圣印也是不知所踪。无论如何探寻，都是无法窥见端倪，显然是被苍玄老祖以大手段隐匿。而如今，圣元公主动荡天机。 察觉到了苍玄圣印的所在，这无疑是表明了他的野心。他想要得到苍玄圣印，再进一步成为这苍玄天新一任的天主。这般野心对于其他剧宗而言，无疑是犹如惊雷。毕竟他们都知晓，一旦圣元公主成为了苍玄天的天主，那么圣宫就将会真的主宰苍玄天，其他宗派也将会居于其下。而这显然不会是其他剧宗乐意见到的一幕。所以，一些敏锐的人。 都是隐隐的感觉到苍玄天内的气氛，仿佛都是在此时渐渐的变得紧绷。不过这种紧绷并没有持续多久，便是被一则传出的消息引爆了苍玄天。苍玄圣印隐于雷击之地第七百零七章神符宝药。原大武的都城，原来大武的那座王宫已被武瑶一把火烧了大半，而余下的一些便是暂时的成为大周的一时之处，而秦玉、周元与夭夭皆是住在其中。一座幽静的院中。 周元盘坐于一座假山之上，双目紧闭，在其身后，一轮混沌色的光环缓缓地转动，天地间的元气源源不断地涌来，没入光环之内。这般修炼持续了许久，周元那双目方才睁开，身后的光环则是消退而去。踏入神府境后，对于天地元气的感应果然愈发的敏锐了。周元喃喃自语，而且有神府光环吞吐天地元气，那种吸收速度也是为之暴涨。 修炼效率比起太初境时快上了十数倍。不过，经过这些天的修炼，周元也感觉到了神府境的修炼之难。踏入神府境后，所修炼的便是自身的神府，出城的神府颇为的粗糙，需要不断的以元气来打磨，令得其渐渐圆满。周元如今的气府乃是九神府，犹如开辟九重天。而此时的这九重神府，彼此之间并未曾贯通，每一重神府间。 犹如是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壁障，而唯有将所有神斧技术的打通，方才会渐渐的融合，为踏入下一个境界天阳境做好准备。每贯穿一重神斧，这两重神斧内的元气就会完成交融，从而令得自身的元气底蕴暴涨一次。不过，想要将一重重的神斧打磨完善，最终将其贯通，却是神斧境强者最为头疼的事情。太难了，周元感叹一声，他这些天也并未放松修炼。 但那第一重神府与第二重神府间的障壁依旧稳如磐石，难以撼动。神府境需要庞大的修炼资源支撑，你光靠自身来修炼，无疑只是杯水车薪。而在周元苦恼间，一道清澈悦耳的声音自那一旁传来。周元转过头，便是见到抱着吞吞俏立于假山之下的夭夭。在神府境有一种修炼资源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你应该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知晓是什么吧？ 幺幺微微一笑，道：“周元眼露沉吟之色，片刻后，嘴中吐出了四个字来：神斧宝药。打磨神斧极为的艰难，然而天地间的一些天才地宝却是拥有着打磨神斧之功效。这一类的天才地宝，便是被称为神斧宝药。这种宝药对于神斧境以外毫无作用，可对于神斧境而言，却是至宝。不过神斧宝药价值不菲，想要大量消耗用来打磨神斧。” 对于很多修炼者而言都是极高的负担，所以很多散修的神府境强者宁愿舍弃自由，投身于一些家族宗派之中，成为供奉，换取神符宝药，用以修炼。在他们苍玄宗也能够换取神符宝药，但换取的代价不菲。之前周元离开苍玄宗时，还未曾达到神府境，故而也没有换取。不过以他手中的那些贡献，想必就算是换，也顶多就换来十来株下品的神符宝药。 妖妖伸出玉手，轻轻一拍腰间的乾坤囊，顿时有着光华闪烁，有着数十个碧玉匣子飞出，全浮到了周元的面前。玉匣自动开启，只见得其中竟是躺着一株株闪烁着浓浓光泽的奇异花果。它们虽然奇形怪状，但却皆是散发着极为精纯与磅礴的元气波动。神符宝药，周元惊呼一声：“这些神符宝药都是从大武国库中找出来的，你父王知晓你修炼有用，就让我给你送来。” 幺幺微微歪头道：“不过可惜，都只是一些下品的神符宝药，想来其他的应该都被武王用以突破神符境中期了。”周元却是满眼的欣喜道：“已经不错了，有了这些神符宝药，我那第一重神符打磨进度应是能够提升不少。”他袖袍一挥，心满意足的将这些神符宝药尽数的收入乾坤囊中。瞧得周元收起宝药，幺夭明眸轻眨了眨,眨,眨。 你将武皇的圣龙之气尽数的夺了回来，也该准备将祖龙经踏入第二重境界了。而祖龙经一旦达到第二重，你这通天玄蟒气也就要进化成七品的正式天骄气了。周元闻言，眼神顿时炽热起来，眼巴巴的瞧着妖妖。对于那祖龙经第二重的正式天骄气，他不知道垂涎了多少年，直到如今从武皇那里夺回了圣龙之气，他才终于有了初级的资格。 最开始，周元修炼的通天玄蟒气乃是五品元气。后来，在从武皇那里夺得圣龙之气后，这通天玄蟒气小进化了一次，成为了六品的通天玄蛟气。不过，祖龙经毕竟非同凡响，即便是六品的通天玄蛟气，但其威能并不逊色于一些七品元气。而如今，伴随着周元所遇见的敌人越来越厉害，通天玄蛟气也是难以再取得什么压制。所以，如果能够将其真正的进化一次， 化为七品的正式天骄气的话，那对于周元战斗力的提升必然不小。毕竟六品的通天玄骄气就能堪比一些七品元气，这七品的正式天骄气恐怕不会逊色一些八品元气吧？而八品元气，周元相信，莫说是在苍玄天，就算是放在那混元天最为顶尖的势力中，也必然会是镇宗之宝，不可外传。但是，想要将自身的通天玄蟒气进化成为正式天骄气。 也就不是如上次那种小进化一般的简单了，其中还需要很复杂的流程，而这就得依靠幺幺的指点。幺幺见状，微微一笑，道：“祖龙晶的进化其实也不难，只是需要一些材料罢了。”然而周元一听，心头却是忍不住的一凉，感觉有些不安。果然，只见得幺幺玉指一弹，一枚玉简便是射向周元。周元赶紧接过，神魂一扫，第一时间。 却是有着密密麻麻约莫上百种稀奇古怪的材料印入心中，其中一些周元在苍玄宗的琳琅阁中见过，价格不菲；而更多的他却是闻所未闻。这比起第一次修炼祖龙经时，不知道复杂了多少倍。等你将这些材料搜集齐全，并按照玉简之中的法子将其修炼，再与自身元气相融，自然就能进化成为正式天骄气。周元面色有点发黑，闷闷的道：“想要凑齐这些东西。” 怕又是得消耗不少的时间，看来这阵是天骄气还得延长一些时间了。妖妖白了他一眼，然后玉手又是一拍乾坤囊，顿时有着诸多光芒飞出，每一道光芒中都是有着遗物。在苍玄宗这几年，我都帮你准备了许多，不过其中尚缺几道主料，还得需要你自己上点心。周元乔得飞舞在面前的那些材料，也是愣了愣，旋即心中有着一抹暖意流淌。 原来在他都未曾注意间，这些年夭夭已经是在帮他准备了。他袖袍一挥，收起了那些材料。对了，夭夭忽然开口道：“最近这苍茫大陆上，似乎是多了很多陌生的强者。从你父王给来的一些线索来看，应该是圣州大陆上的一些宗派家族。”周元一愣，皱眉道：“他们怎么会来这苍茫大陆？在圣州大陆的眼中，类似苍茫大陆这种小地方。” 简直就是穷乡僻壤，根本就不屑前来。夭夭旗手微摇道：“这就不知道了。如今苍茫大陆上其他的一些王朝，可被这些外来的强者搅得混乱无比。但碍于那些强者的实力与背景，皆是敢怒不敢言。”周元点点头：“圣州大陆的整体实力远远的超过苍茫大陆，在这里一个神府境就能称雄，可放在圣州大陆，不过只是算作各宗精锐而已。所以面对着这些强者。” 苍茫大陆的这些王朝，怕是根本不敢招惹。算了，不管他们了。他们在其他地方作乱，我也管不得。但最好莫要跑到我大周来。周元摆了摆手。身为苍玄宗的圣子手，周元也不是没背景的人。呜，不过就在他的声音刚落的瞬间，这都城之中忽然有着尖锐的警鸣之声响彻而起，整个都城顿时在此时变得骚动起来，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望着远方。 只见得那里的天空上有着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那些身影散发着强大的元气波动，在他们的身后皆是有着光环悬浮。你这王朝之主是何人？我等远道而来，速速将国库中的神符宝药技术交出，以保平安。那些身影尚未来到，便已是有着如雷鸣之声响彻大地，声音之中充斥着高高在上。而周元听到，面色却是变得阴沉下来。这哪来的不开眼的东西？ 竟然敲诈到他家头上来了。第七百零八章有外来者。当那数十道光影出现在都城上空时，一道道庞大的元气威压笼罩下来，令得整个城市都是在此时陷入了震动中。无数人面色惊骇的望着那些身影，特别是当他们见到那些身影背后的神府光环时，皆是害得头皮发麻。要知道，在这苍茫大陆上，一位神府境便是顶尖级,级别的强者，而眼下竟然同时出现了二十多位。 这简直足以灭国了！怎么出现了这么多神府境强者？这些强者莫非是来为大武复仇的吗？如果是这样，大周这次可是有大麻烦了。诸多窃窃私语声在都城中传开。如今的大武刚刚被大周所占据，民心尚还有些不稳，其中不乏一些心怀大武者。他们不敢明面上反抗大周，但如今瞧得数十位神府境强者降临，自然会窃喜地以为他们是为大武复仇而来。毕竟。 之前不是听说大武的武皇殿下在那圣宫之中地位不低吗？王宫大殿前，周秦也是率领着诸多将领纷纷走出。而当他们再见到那些立于高空之上的身影时，面色也是忍不住的一变。数十位神府境带来的压迫，显然非同小可。这些神府境强者怎么会来我们这里？魏苍澜面色惊惧，看向周秦。其他的将领也是忧心忡忡，他们很清楚。 他们大周如果面对招数十位神府境强者，根本就不可能有抗衡的力量。听闻最近苍茫大陆上来了不少外地的陌生强者，周晴面色沉重道：“不过他们应该不是为了大武而来，一个大武王朝没这种号召力。不过，当一群狼来到群羊所在的草原，想必也不会是什么好事。如今大周刚刚占据大武，民心未定，若是再让得这些外来的神府境强者将大周威严践踏， 日后想要管控，可就要显得更难了。心中转动着这些念头，周晴也是上前数步，望着高空上，抱拳道：“在下大周之主周晴，诸位高士远道而来，真是令我大周蓬荜生辉。若是不嫌弃，还请一步，让我大周尽尽地主之谊。”高空之上，数十道身影的前方，是一名高瘦的男子，他笑眯眯地望着周晴，道：“这位周王，我等来自圣周大陆天云阁，在下古宗。” 地主之意便算了，我们远道而来，只想要讨几份神符宝药，还望行个方便。周琴闻言，忙道：“诸位不知，我大周刚刚征战完毕，寻常宝药倒是有一些，但那神符宝药珍贵异常，真是没有了。”那名为古宗的高瘦男子双目微眯，也未说话，只是嘴角露出一抹冷笑，猛地一掌拍下，狂暴的元气呼啸而至，一掌便是将周琴他们身后那座王宫主殿拍成了废墟。 其他的神府境强者见状，皆是哈哈大笑起来。此时的大殿前，除了大周的将领外，还有着许多投降大周的大武之臣。他们见到这一幕，也是目光有些闪烁。那被拍碎的不只是一座宫殿，还有着大周刚刚在大武建立起来的威严。那古宗拍碎宫殿，方才漫不经心的道：“你还是好好想想再回答吧。我们这一路而来，之前也路过一王朝，那里的国主颇不识趣，惹得人厌。” 最终，我们便顺手让他们那王朝没了主子。周晴面色难看，对方一言不合便是毁了宫殿，显然是羞辱之意，而且言语间的威胁也是极其的明显。魏苍兰等人也是愤怒无比，但又不敢多言，生怕惹来这些神府境强者的杀意。毕竟双方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周晴面色变幻，最终深吸一口气，他们大周还有一点神符宝药，眼下只能用来送走这些恶狼了。不过。 就在周琴刚要开口的时候，一道笑声却是忽然的响彻而起。我道是哪来的恶汉？原来是天云阁的人。周琴、魏苍兰等人皆是一惊，抬头看去，便是见到立于大殿顶上的周元。元儿，周琴面有焦虑之色，他显然并不希望周元露面。毕竟他并不清楚周元在苍玄宗是个什么情况，而且眼下对方人多势众，这么多神附境，万一惹得他们生起歹心，总归是不妙的。 高空上，那古宗等人也是一愣，紧接着那一道道锐利的目光便是锁定了周元。他们倒是没想到，这小小王朝之中，竟然还敢有人出言反对。呵，竟也是一位神斧境！古宗有些惊讶的看了周元一眼，旋即他笑眯眯的道：“小子，能够在这般年龄达到神斧境，你也算是天赋不错了。莫要因为一点神符宝药就自误。”周元晒然一笑，道：“在那圣州大陆上。” 天云阁可没你等这么嚣张呢！古宗眼神一凝，盯着周元道：“你是何人？”此时他方才看出，眼前的青年似乎并非本土的神府境。之前所博的那些王朝中，也有稀少的神府境，但在面对着他们这等阵仗以及背后的天云阁时，都是瑟瑟发抖，不敢出言。周元瞥了他们一眼，言语平静：“苍玄宗圣子，手，周元。”此言一出。 高空上原本带着戏谑之色盯着周元的那些神府境强者，面色都是猛地一滞，然后有着惊呼声忍不住的响起。苍玄宗圣子手周元，难道他就是那个之前闹得沸沸扬扬,扬的周元？那些神府境强者面面相觑，他们根本没想到苍玄宗的圣子手竟然会出现在这个小小的王朝中。古宗也是眼神惊疑不定，周元之名，他自然也是听过。之前苍玄宗与圣宫的博弈。 令得周元成为了圣州大陆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不过，古宗知晓也就仅止于此，他并不知晓周元的具体来历。高空上，那些原本气焰凌厉的神府境强者，一时间哑火下来。如果周元只是单纯的神府境，他们自然不惧；但周元还有着一个身份，是苍玄宗的圣子手，他的背后站着苍玄宗这等巨宗，远非他们天云阁可比。原本紧张的周晴他们见到这一幕。 倒是暗自松了一口气，然后眼神惊奇，想来是没料到周元在那圣州大陆上竟然也是有着如此威名，能够震慑得对方这么多神府境强者不敢动弹。在气氛凝固间，那古宗眼神闪烁，他暗道一声晦气，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苍茫大陆上竟然也会遇见这么硬的铁板。不过虽说对周元的身份有些忌惮，但古宗也并没有太多的畏惧，因为他们天云阁立场更倾向于圣宫。 而且在古宗眼中，他乃是老牌的神府境，如今已至神府境中期，而这中原不过才刚刚突破而已，自然不可能让得他有什么好怕的。于是他皮笑肉不笑的道：“原来是苍玄宗的高足，那倒是一场误会了。也罢，我等就此离开。只是心中却是恶狠狠的想着，待会离去后，可要在这大周边境杀一场出口气再走。周”周勤魏沧兰等人见到这群恶狼要离去。 这才在心中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不过，那立于殿顶之上的周元却是眼皮一抬，声音响起：“阁下回我大周之殿，眼下拍拍屁股就想一走了之吗？”第七百零九章强行索赔。高空上，原本心中暗道晦气，准备带人离去的古宗，却是因为周元突如其来的出声，身形一滞，然后他转过头来，面庞有着阴翳的盯着周元，淡笑道：“周元圣子，先前只是一场误会。” 没必要太计较吧。同时，他的眼中掠过一抹怒意。这周元还真是有些不识好歹。他都已是退让了一步，结果这小子还敢咄咄逼人，真以为一个苍玄宗圣子手就能将他吓倒吗？周元神色没有波澜。如今的大周刚刚征服大武，如今最是需要建立威严。而这群人一来就直接动手拍碎宫殿，那番姿态将霸州的威严尽数的践踏，旁人见了难免会有些异样心思。 这对于大周的统治并不利，周元不能一直留在大周王朝，所以他也是想要尽力的帮周秦稳固一下统治。而且最近苍王大陆上来了不少外来强者，这古宗等人只是其一罢了。那些人对于此地的王朝毫不在意，随手间便是造成大乱。所以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周元觉得有必要做一些杀鸡儆猴的事情，以保大周疆域平安。而眼前的古宗等人便是最好的鸡。 交出五十份下品神符宝药，此事一笔勾销。”周元缓缓的道。周琴、魏苍兰等人闻言，顿时头皮一麻。一座宫殿，周元竟然要对方赔五十份下品神符宝药？要知道，之前他们从大武国库中都没搜出来这么多，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啊！高空上，那古宗等人闻言，面色也是直接阴沉下来，冷笑道：“你还真是好大的胃口，周元圣子，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太异想天开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周元诞生道，古宗眼神阴冷，双臂抱胸道：“我今日不给你，又能如何？”周远不过只是神府境初期，独自一人，他们这边二十位神府境，他实在不知道周元究竟哪里来的胆子，竟敢在这种局面下敲诈他们。这小子天赋不低，但却是修炼傻了。在古宗身后，那些神府境强者也是面露冷笑。周元见状，也就点点头。 然后他转头对着宫内喊道：“关门，放吞吞吼！”他的声音刚刚落下，一道震耳欲聋的兽吼之声便是轰然响彻于天地间，一股滔天般的凶暴之气冲天而起。紧接着，所有人都是见到一道金光自王宫后方升起，那金光之中乃是一头威风凛凛的神秘巨兽，它巨嘴之间黑光萦绕，身躯上的金鳞在日光照耀下耀耀生辉。吞吞仰天咆哮，声如怒雷。 如今吞吞开启战斗形态时，他的体型几乎是膨胀了数倍之多，宛如小山一般。巨嘴中黑光吞吐，天地间的元气被他源源不断的吞入。就在幺幺的实力神秘性的突破后不久，吞吞也是不出意外的跨入到了神府境。他本就是拥有着神秘而强大的血脉，伴随着成长，他的实力会越来越恐怖。而吞吞一出现，也是令得纳古宗等人面色巨变，他们眼神带着惊骇的望着吞吞。 显然是从其身躯上感觉到了一股压力涌来，这是什么元兽？为何威压如此惊人？古宗面色变幻，他乃是神府境中期，可即便如此，此时也是察觉到一股压迫感。眼前神秘的巨兽显然不是寻常元兽。吼、哦！而在他惊疑间，吞吞却已是咆哮而出，直接化为一道金光冲向古宗。那利爪之上缠绕着黑光，一爪便是撕裂虚空，对着那古宗狠狠的拍下。 那呼啸而来的可怕劲风，也是令得古宗不敢怠慢，体内元气猛地爆发，两轮神斧光环出现在其身后，拳头裹挟着狂暴元气，与那拍下的利爪碰在一起，轰！狂暴的元气肆虐开来，吞吞的身躯纹丝不动，而那古宗却是如遭重创，猛地倒射而退。那拳头之上，竟是出现了狰狞的血痕，整个手掌都险些被撕断。一个接触，古宗就已受伤，他的面色瞬间巨变。 其他的那些神附境强者也是纷纷变色，撤古宗毫不犹豫地抱贺出声，然后掉头就跑。道德此时他方才明白周元为何敢对他们这么不客气，原来在其身旁还有着如此恐怖的神秘元兽。其他人见状而不敢逗留，纷纷逃窜。不过他们的身影刚动，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天而降，犹如擎天山岳一般，直接是硬生生地将他们身形压制得凝固下来。即便是那古宗。 都是动弹不得，他们惊恐欲绝的抬头，然后便是见到一名身穿青墨色衣裙的绝美女孩，赤着玉足立于天空之上，一对明眸淡漠的望着他们。而在她的身上，有着极端恐怖的神魂波动散发出来。古宗头皮发麻，那神秘元兽就已经很难对付了，没想到又出来一个拥有着如此强大神魂的神秘女孩。秋吞吞咆哮而来，利爪便是带着黑光撕裂而下，带来着惊天煞气。 古宗面色惨白，接声道：“中原圣子，吾等愿意交纳神符宝药。吃”吃利爪在距离古宗面前上还有尺许距离时停了下来，不过那尖锐的劲风依旧是破空而至，将古宗脸庞上撕出道道血痕，狰狞异常。在那下方，周元慢条斯理的道：“此时再给，那就得一百份下品神符宝药了。”古宗闻言，险些一口血吐出来。一百份下品神符宝药。 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极为贵重了。他们之前勒索那么多王朝，也不过才到手六十多份，眼下还得倒赔一些。不过他瞧得眼前张大着巨嘴将他盯着的吞吞，却是不敢反对，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面咽。好，他声音落下，那股庞大的神魂之力方才是散去，然后将他们压迫得落向地面，狼狈异常。而此时的周晴、魏苍兰等人早已看呆了过去，他们对视一眼。 皆是咽了口口水，显然是没想到周元他们如此的凶猛，直接是将对方二十来位神府境强者全部压服了。那些原本眼目闪烁,烁的大武臣子也是害得心惊肉跳，急忙垂目，再不敢生出其他的心思。他们此时已是明白过来，拥有着周元的大周将会比曾经的大武更为的稳固。在妖妖与吞吞的注视下，那古宗等人面色惨白，互相间将一百份神符宝药凑了出来。 而古宗此时心中满是悔意，先前他为了立威，一掌拍碎宫殿，谁能想到这却成为了周元发难的借口？真的是手贱啊！周元袖袍一挥，径直将那些神符宝药卷起，然后分出了二十份，抛给了吞吞。后者巨嘴一张，便是心满意足的将其给吞进肚内。他收起剩下的神符宝药，望着古宗等人，语重心长的道：“各位若是早点给，也就省了一半了。” 古宗等人陪笑着点点头，心中却是一通狂骂：“黑心的蛆！不过只是一座宫殿，竟然吞了他们一百份下品神符宝药，这种价值，买他一百座城池都足够了。”周元圣子，那我等可以离去了吗？古宗是片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了。周元却是一笑，道：“不急，有件事问问。我最近居于苍茫大陆，倒是不知晓发生了何事，为什么忽然这么外来强者来到苍茫大陆？” 古宗对此倒没隐瞒，毕竟不算什么秘密。其实不只是苍茫大陆、苍玄天，其他的大陆如今也有人到处探查，发生什么事情了？周元忍不住的一惊。据说是圣宫圣元公主窥探天机，感应到了苍玄圣印的线索。如今线索传开，各方都在疯狂的找寻。此言一出，周元瞬间面色巨变，眼中有着惊骇升起。苍玄圣印，他眼神急速的闪烁。 显然没想到，在他离开圣州大陆后，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而且他可是很清楚，他体内的三道圣纹就是从苍玄圣印上面剥离下来。如果那苍玄圣印落到了圣元公主手中，必然能够感应到圣纹的存在。那个时候，圣元绝对会对他出手，甚至不仅仅是圣元，怀璧其罪。而一想到被诸多恐怖存在盯着，周元就感到一股寒气在此时自脚底直冲天灵盖。 浑身汗毛倒竖起来。第七百一十章重回故地雷击之地。周元望着古宗等人狼狈离去的身影，面色却是出奇的凝重。他喃喃地重复着先前古宗所说的有关于苍玄圣印的线索。这可真是麻烦了啊！他忍不住地叹了一口气。他身怀三道圣文，一旦到时候苍玄圣印真的落入到了其他人手中，那必然能够感应到圣文的存在。而那时，不管是谁得到了的苍玄圣印。 第一个想法定是将苍玄圣印完整，所以他这里的圣文绝对会被收回去。以他如今的实力，如何能够抗衡那种存在？身旁有着幽香涌来，夭夭落在周元身旁，轻声道：“这苍玄天恐怕将要变天了。苍玄圣印一旦现世，那所引起的震荡难以想象。不论是圣宫、苍玄宗，还是其他的巨宗，必然是会全力争夺。那所爆发出来的大战。” 可远远不是之前圣宫与苍玄宗弟子之间的博弈可比了，那是真正的毁天灭地。周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这里因为刚刚灭掉了大武，原本以为能够轻松一点，没想到转眼就发生了这种大事。当然，如果他没有身怀三道圣文的话，其实对于苍玄圣印，他也不想过多的关注，因为那不是他这种层次可以接触的。但可惜没有如果，这可怎么办？周元头疼万分。不管怎样。 那有关苍玄圣印所在的线索，我们也得留心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先将其寻到，起码占点先机。此物宁可给了苍玄宗，也绝不能落在圣宫的手中。夭夭红唇微启，道：“一旦圣元公主得到了苍玄圣印，那她就将会成为苍玄天的天主，这个天地间将无人能够将其制衡。那个时候，圣元公主必然不会放过身怀三道圣文的周元，再加上之前的一些恩怨。” 那圣元公主更大的可能是直接将周元抹杀，甚至连这大周王朝说不得都会受到牵连。而苍玄圣印若是落到了苍玄宗的手中，周元最起码还有着退路。周元沉吟了一下，道：“但想要找到线索，谈何容易？雷击之地，是雷霆击落之地吗？这种线索太广泛了，别说其他大陆，就算是这小小的苍茫大陆，符合这种条件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他想了想，身影月落而下。 来到了周秦面前，此时周围的魏苍兰、黑毒王等人皆是恭敬的对着周元一礼，眼中满是敬畏之色。先前周元逼退那么多神府境强者的一幕，给了他们太大的震撼。要知道，那么多的神府境强者足以灭国了，可还是在周元的手中吃亏而退，可见如今的周元掌控着何等恐怖的力量。现在的周元已经是大周王朝最强大的倚仗了，只要周元尚在，大周的江山。 也将会永世稳固。周琴望着周元那年轻的面庞，也是有些感叹：当初那个离家的少年，不知不觉间，甚至已经足以成为他的坚实后盾了。这让得他既欣慰又自豪。元儿，那些人不会怀恨而去，四处破坏吧？周琴看了一眼先前古宗他们离去的方向，有些担心的问道：“如今大周刚刚掌控大武，局面还不稳定。如果那些神府境强者捣乱的话……” 将会造成极大的动乱，谅他们也没那胆子。周元笑了笑，虽然他让古宗等人出了血，可他们也该有着自知之明。如果胡乱报复的话，那最终就不是点神符宝药能搞定的事情了。瞧得周元神态从容，周琴也就放下了担心。父王有一事，倒想请您帮忙。周元笑道：“哦。”周琴有些惊讶，旋即笑道：“难得现在的你还需要找父王，有什么事就尽管说来吧。” 周元笑道：“我想请父王帮我查探一下，这苍茫大陆上所有出现过雷霆降落之地。”雷霆降落之地，周琴愣了愣，皱眉想了想，道：“应该是不少吧。毕竟此事虽然不常见，但也算不上太稀罕。有没有那种比较特别的呢？”周秦沉吟道：“我让人去调查一下。”此时，那一旁的黑毒王忽的走出，对着周元露出讨好的笑容，道：“殿下，雷击之地的话。” 我倒知晓一处，而且应该算是极为特别。我、oh, 黑毒王笑道：“不知道殿下可还记得与我所见面之地？”周元一怔，旋即眼睛陡然明亮起来。“你是说黑渊？当年他离开大周都城，第一个历练的地方便是大周边境的黑渊。”幺幺抱着吞吞月落而下，绝美的玉岩上也是有着惊奇之色浮现出来。他低声道：“你可还记得那战鬼宗？”周元点点头，他怎么可能不记得？ 他的隐隐便是在那里所得到的，那可还记得战魁宗地宫中我们所见到的留影？周元心头一震，那曾经的记忆在此时被掀起。圣族天骄殒命此间，宣此为罪孽之地，当受圣罚。八万里内生灵皆灭。在那地宫留影中，无情之声带来了雷罚，毁灭了远古时期存在于黑渊中的所有宗派。那时候的周元被深深的震撼，他也是在那里。 第一次的知晓了圣族的存在，这些年来，他也是从苍玄宗的一些古籍中知晓，远古时代，这苍玄天中大部分还是归于圣族掌控，只是后来伴随着无数的争斗，苍玄老祖脱颖而出，最终夺得苍玄圣印，成为天主，令得圣族不得不退出了苍玄天。而黑渊中的毁灭雷罚，应当是发生在苍玄老祖夺得圣印之前，所以那片曾经的罪孽之地，还真算得上的是雷击之地。 幺幺凝眸看着周元，轻声道：“那可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周元点点头，的确很奇妙。那本是圣族圣威肆虐之地，正常来说，如今的诸多至强者怕是都不想去沾染与回忆那个地方。这是一个视野盲区。那么，苍玄老祖陨落时，会不会反其道而行，故意将苍玄圣印隐藏在那所谓的罪孽之地中呢？这般想着，周元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 因为他感觉恐怕还真是有着这种可能。周元目光与幺幺对视，皆是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那抹惊异之色。看来那黑渊，我们还得再去查探一次了。这让得周元忍不住的有些感叹：当年他踏出大周府，第一个去往历练的地方便是黑渊，没想到多年之后，他又将会重回故地，仿佛宛如一个轮回一般。